就是小孩的想象力有非常多，他们很天马行空。其实，然后我跟我的搭档那时候，我们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有时候会有害怕，会觉得说他们的那些想象力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去实践？因为有时候我们习惯老师都习惯主导了，然后就跟他说怎么做怎么做。可是有时候，当你不是一个主导的角色，然后让他们开放去讨论、激发，他们想出一些点，是我们大人没有想到的。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当小孩觉得这一件事他真的打从内心的觉得减速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时候，他都会告诉老师说，我让我试试看嘛，让我试试看，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到。那我其实我们就是在扮演的旁边，就是相信小孩的角色。当我看到可能孩子们他们为了就是要在村民还有自己家面前分享，然后一次一次的练习，就算会哭，就觉得自己做不到做不好，但是他们还是会因为相信老师说，老师相信他们做得到，所以他们也开始相信自己做到，然后继续练习。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一幕让我很感动。孩子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紧张，跟着我们一样紧张。可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们，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故事可以告诉大家的时候，就是一次一次的奠定他们的自信跟能力。然后最后终于在，我记得在两天前吧，孩子就一次到位。我觉得那一次到位的感觉真的很棒，就是突然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就我就觉得这样孩子的自信长出来了，孩子确实有能力，而且我们太小看他们。孩子们愿意相信自己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对，因为他们不再是觉得这种事情应该由别人来做，而是我觉得他们是比大人站在更前线去改变这个世界，去相信自己。就是我觉得我会变得要要求自己跟上他们的脚步，因为他们的脚步会一直一直不断的滚动，然后甚至会超越老师。我学到最大的东西就是说，我知道怎么样就是透过小孩子去跟外界做沟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人想要，我们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预定，说我们想要做的某一些事情、某一些改变。但是很奇怪，我们到大人之后，尤其是老师之后，因为我们的位置、我们的阅历跟有我们的经验，会跟我们讲说，很多事情必须要就是要考虑、要顾虑。那因为这些顾虑，很多时候我们就缩手就缩回来不做了。最大改变就是他们会去愿意做一些我们不会想、不敢做的事。像我们去访问，比如店家的时候，然后小朋友比老师还有勇气去面对那个任何挑战。我们其实受到很多拒绝。可是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受拒绝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挫折感很大，可是小朋友反而没有，他们过一下马上又哈哈哈说，老师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间再去找他们。我觉得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会觉得他们比老师还要有忍受挫折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带领孩子，是孩子带领我们，是孩子拉着我去强迫我去面对我们必须要去跟外界其他的单位，而不能只是困在学校里面只做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好像也在经历 DFC 的四步骤，曾经也会觉得说啊，我真的可以吗？我是第一次带这个活动，那不了解下一个步骤要怎么带领的时候，也会对自我怀疑。但是看着他们满心期待来上课，也很期待接下来老师我们下一个步骤我们可以做什么，然后天马行空的丢出了好多的想法，然后想说连孩子都觉得可以了，为什么老师不行？大部分的教育可能就是直接知识上面的灌输，因为还是会着重在考试上面，所以 DFC 跳脱的是考试的那个框架。在我带 DFC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一个自己蛮感动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把课本知识教给孩子，然后考试考完就没了，而是真的透过这一个历程当中，让孩子真的把课本里面所学的东西真的在他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去想办法去解决它。他们在 DFC 所做的这些事情，他们不一定都是在书本上可以学到，可是他们可以实际在生活中就可以去做到。他让孩子整个回归到生活上的本质。所以我觉得 DFC 的这个步骤就是让孩子要打从心里的先去感受到问题，然后也因为他真切的感受到了，所以后面的想象实践甚至实践的部分，他的动力就会非常的强。其实孩子平时在学习上是缺乏行动的，
还有实践这一块。对，那如果他真的去执行，他会发现有时候你想象的东西并不是你一定能够解决的问题。对，你就可能在错误中再继续修正。其实在一般的教育中，可能好，我会去做，但是我做的怎么样，或者是我后面会不会再去把这个力量再分享给其他人，我觉得这部分是比较弱的。但是在 DFC 的这个步骤当中，我觉得小孩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他不只要做，他还要去影响更多的人。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这几年在做减速的时候，小孩就会一直分享给邻近的学校，告诉他们说一起来捡垃圾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海洋塑胶问题。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扩展到花莲非常多的学校会主动来跟我们联系，就是合作的可能。然后我们就等于是我们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是带着这些学校的小朋友去感受这个问题，所以又回到了感受的这个步骤。所以我觉得在透过这样感受、想象、实践跟分享的过程当中，让孩子更成为一个人，而不只是一个读书的机器，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